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学者访谈栏目，我是艾敏。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访谈嘉宾是来自云南玉溪的赵荣亮校长。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来自云南大理的米宇刚阿红。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来自河南郑州的马伟杰阿红。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学到了有关于在我们命人行善、指人作恶的过程当中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内在的品质。我们要有一种温和的态度，否则一种强硬的态度可能会让我们事与愿违。那么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请赵阿红、马阿红、李阿红继续给我们再分享一下这方面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嗯，好的。بسم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حبيب الله أما بعد ف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好的，那作为这个我们的话题，也就是今天的主题，命人行善指人作恶的过程当中所必须具备的一种内在的品质。那作为这个话题，也就是命人行善指人作恶的一种方法，我们必须要具备一种温和的态度，温和的一种心态。其次的话，我们的方法必须要端正，而且方法的话必须要始终，必须要对症下药。常常说的我们一个宣教者，其实就是一个高明的医生，他的话不能只卖那个方子，还不给病人的话拿药，不行的。你光讲不去施检也不行，或者是像一个庸医，只有一种向上的念念，想把他的病治好，但是乱拿药，最后的话会让他的话那个性命的话会失去。所以我们说，一个高明的医生的话，他时刻会观察这个病人的病，病人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并不会说你什么原因打喷嚏啊，那好了给你开感冒药，他不会这样的，他一定要把你的脉搏望闻问切、对，然后呢他那个听诊去听，最后的话如果他还拉不准的时候，他让你去做一个血检，如果再拉不准他让你照个片子。医生为什么要走这些过程？因为医生深深的知道他的方法，因为对症下药。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先战的斯拉姆在宣传教命的过程当中，改变别人的缺点的过程当中的话，先赞兰斯拉姆是一位高明的医生。比如面对有些人的话，他性格暴躁，安拉的使者斯瓦拉斯对他说，你不要发怒，不要生气。除此以外的话没有多余的，因为安拉的使者斯瓦拉斯深深的知道他的病就出在这一点，只要把这个病改正了，其他的易如反掌。就不要说上过多的，也没有说上一些生气了会导致什么什么那种危害性，这个人的话性格特别糟糕，安拉的使者斯瓦拉斯不说多余的话，只是一句话，你不要生气，对，不要发怒，天堂就是你的。在一个地方的话，让我一再想起我们的先战的斯拉，面对一种犯大罪之人的一种态度，甚至犯大罪之人他诚心悔过的一种态度是怎么样的。在前几讲当中的话，我也重申过这样的一段哈迪斯，但今天的话我还要再重申，其目的是让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的话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当时那些索哈伯跟我们的先战的斯拉我们的相处真的已经达到了互为，像兄弟情一样，达到了真正的肝胆相照，毫不隐瞒，有什么就说什么了。那个时候还说，安拉的事啊，我什么功修都能做到，但唯独在我的私生活、性生活方面的话，能不能允许我乱伦？安拉的事啊，算浪费了。听到以后的话，并没有暴跳如雷，也并没有发火，也并没有生气，还是给他很温和的讲，某某人啊，你喜欢你的母亲以外男子乱伦吗？他不喜欢。所以你的老婆越喜不喜欢？不喜欢。你的姐妹我也不喜欢。那最后说你的女儿，说我也不喜欢。阿拉的使者斯瓦拉斯，对啊，那如果现在我允许你以外女人可以乱伦的话，外女人要么就是他人的母亲，要么就是他人的妻子，要么就是他人的姐妹，要么就是他人的女儿，那别人会愿意吗？所以还被听的话，哎，觉得真的，这个怎么一直我都喜欢这样的做，从来没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现在的斯拉姆一语道破，看中了我的病，
觉得对啊，哎呀，安拉老师啊，我绝对永不再犯了，我错了，我现在才彻底的明白，原来满足的私欲会伤害了他人的情感。于是安拉老师算了，把手都放在他的胸膛上，说：“阿拉哈马坦希勒盖勒白胡，我阿菲勒扎白胡，我汉孙勒法勒扎胡。”说：“主啊，求你为主净化他的心灵，求你为主饶恕他的罪恶，求你为主保护他的贞操。”后来这个索哈伯的话成为人类当中的典范，再也没有沾过女色。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通奸罪、行奸罪，那是只有死路一条，就彼此无异，要么就乱石打死，要么就是用皮鞭把你打得半死，分着和那个已婚的或者未婚的。但是我们的先生上面对这样的一位想行奸的姓氏，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一种宽容的，而且和那个解决的办法是特别超出常规的，超出人的想象的这种方法。那就看到今天我们的特别一些穆斯林兄弟，其实他们都是拜主、敬主、爱主的人，只是在一些功修方面做的有违我们的先占的斯拉姆的顺的，有违顺的这样的方法。那作为我们宣教者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把他一竹竿抓到，或者一棒子打死人，动不动就你永居火狱，动不动就是你的拜功无效。因为真正的判决者 Hakim 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那周末的话应该多注意这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带一个黑罩布的妇女能够把头巾这个黑罩布能戴上的话，阿拉哈姆德林的是妇女当中的典范。但是不能因为我戴这个黑罩布我就引以为荣，而且把不戴黑罩布的姐妹的话完全刷到火狱里边去，说你不戴黑罩布你的拜无效。因为黑罩布跟拜功没有多大关系，你说那个他不是原则的问题，他因为都有分歧。安拉的舍算拉算了，甚至有哈迪说明女子的话全身都修体，而且除了两个部位，一个是面容，一个手掌。所以这方面的话，我们首先要倡导妇女们都把面纱戴起来，有能够的话这最优秀的。安拉苏布哈诺特勒在古兰经当中为什么对酒这个话题这样的经文的话反复三次，为什么对利息没有三次？我们在座的各位恐怕马上就联想到，哎，为什么对酒会提三次？因为阿拉伯人对利息和酒方面的话，阿拉伯人对酒的酷爱胜过于对自己的生命。生命可以失去，但酒不能失去。就因为他对这样的一种罪恶的一种根深蒂固，所以古兰经的话呢，首先第一次颁奖的经文，酒的话，其中确实有一些含裨益，但是他的罪恶的话大于他的裨益。没有说什么其他的。第二次的话和颁奖说，这个在你们礼拜的时候你们不能饮酒。第三次的话才彻底的禁止。所以当时索哈伯刚刚把酒喝到口里边，让索哈伯敲门，现在禁酒令颁奖了，那么哈姆罗拉梅斯的一听马上把酒吐掉，按理来说的话就要吞下去，那这个手里边的不要喝就行了。而且甚至于索哈伯的话觉得非常珍爱自己家里边的陈年老窖，对，我可不可以把它送人啊？这个太可惜了，意思他心里边有点依不舍，有点不舍的这样的一种情感。阿拉斯没有给他任何的余地，为什么能做到那一次？比如现在在我们中国的一些环境当中，有一些人对公修已经根深蒂固了，像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公修的话，如果在我们的宣教的之初就把他完全判死刑，他再也没有希望了。他已经像刚才我们的毛伟杰老师讲到的那一位杀了96个人，你再给他宣判死刑呢，我死不如他这个债长你跟我死，这样的他人的心态就这样的，这种逆反心态嘛，这样的，所以那个宣教论不对嘛，对，这个他只我优先于行上。对，刚才赵老师提到的这个，现在在我们很多地方的学校很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学生他不懂事，触犯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之后，很多学校都有这种现象，就是立刻给予开除，不会给他有任何的改观的机会。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喜欢说的一句话，说安拉都还给人忏悔的机会，你怎么不给我一次改观的机会？很多人这样说，其实这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看到一个孩子他不懂事，他触犯了学校的这些规章制度，这个时候老师不是说把他暴打一顿，或者说将他这种丑事全部宣传出去，甚至是又把他送回家不让他上学等等，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他往往会让他这种心灵上受到很大的创伤，之后他就讨厌这种场合，讨厌学习。所以说同样我们在清真寺里面，如果我们的学生有犯错的时候，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阿訇，我们更多的是给予他们一种原谅，希望他们能够改正，通过这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方式去改变他们，而不是把他暴打一顿，打完之后把他开除。这种做法对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会让他这种逆反心理或者这种罪恶越来越重。这也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对待一些子女的教育或者学生的教育，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要展示一种宽容以及一种积极的引导，而不是去看到他犯错了之后就去批评他。对对，正确的这种方法它体现的是一种智慧。那很多人也都有着明辨是非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啊，命人行善，指人作恶，这八个字啊，表现出来可更多的更倾向的是命人和指人，他总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命人这个又命人那个，指人这个指人那个，而忽略了我们命人和指人的这个目的何在，目的是行善和止恶。命人行善，指人作恶，这是我们的终极的目的，所以正确的方法非常重要。好的，谢谢几位嘉宾，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阿斯拉姆阿莱昆瓦拉哈姆图拉希瓦巴拉卡图。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演播室。那刚才我们已经进一步的了解了有关于在命人行善指人作恶当中所应当注意的最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和的态度。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想听听马慧杰阿訇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好的。那么在刚才呢，我们事实上已经谈到了说，作为一个宣教人员，那么我们在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是刚才赵老师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以一个医生的这种心态来对待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宣教对象。但是呢，在咱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医者父母心。事实上呢，我们作为一个宣教人员，在面对我们所有的这些宣教对象以及在我们跟前受教育的这些学生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以一种父母对待孩子的这种心态去对待他们。那么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说其他人有时候犯了一些错误，甚至冒犯了我们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很难能够忍受。可是要是我们的孩子呢，有时候在我们跟前撒娇啊、淘气啊，甚至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那么我们呢，往往也都会忍耐，甚至还说，哎呀，看我的这个孩子多聪明，会把这个事儿视成一种善的好的一种表现。所以呢，这就说明什么，我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更应该去把我们的这些宣教对象就像是对待我们的孩子一样去对待他们。我们看我们的先知撒拉拉哈林斯勒们，那么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每一次他所宣教的过程是对他所进行宣教的这个对象的一种什么，一种呵护的过程，一种爱的过程，就是让每一个跟先知撒拉拉哈林斯勒们相处的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感觉到非常的舒心。哪怕这个人他是一个犯罪的人，哎，他也感觉到，我如果把我自己内心当中所隐藏的这个罪恶我告诉了使者，我能够得到我的这种解脱，我能够得到我心灵的这种安宁。再看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则是说明了圣人撒拉拉哈林斯勒们他告诉我们，宣教的过程如同是医生一样，医生的目的是什么，是治病救人，而我们宣教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人们走上正道，不是把人给打死，不是把人给批判出去。往往我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容易犯这样的一些错误，跟我们一样的，或者是符合我们的，或者有时候我们干脆直接甚至是把古兰经把圣训当成了一种批评他人的一种工具。对对对。而先知撒拉拉哈林斯勒们他没有这样。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在斋月里边的时候同他的妻子同房了，而且是白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感到自己犯罪了，就来找使者撒拉拉哈林斯勒们。那么当他过来的时候呢，他对使者撒拉拉哈林斯勒说，亚拉苏拉拉啊，哈勒克图，安拉的使者，我遭到毁灭了。因为在斋戒的大白天
这是不允许同自己的妻子去同房的。他说我毁灭了，我遭罪了。然后呢，他把这个事情向使者索拉拉哈尔雷和塞勒们讲了。那么讲完之后，我们看啊，圣人索拉拉哈尔并没有说你为什么，你这个人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吗？没有对他进行大批特批，而是直接告诉他一些解决的方法。你有没有奴隶？有奴隶的话，释放一个奴隶。这个人说了，没有。那么你能不能连续的封两个月斋？不能。你能不能款待60个穷人吃饭？这个人说了，安拉的使者，不能。那么到最后，圣人萨拉拉塞没看，圣人说，那这是一篮枣子，你拿去把它给施舍掉，算作你的砍发了。结果呢，这个人又说了，他说，安拉的使者，我真的是不知道在这个城市当中有谁比我还穷了。说到这个时候，圣人索拉拉哈尔怎么样呢？笑了，他笑了，牙都露。圣人索拉拉哈尔笑了，然后呢，圣人索拉拉哈尔命令这个人把这一篮枣子拿回家，让他自己去吃了。我们看啊，那么当谈到前边这几种的时候，哎，圣人索拉拉哈尔都是命令他，然后这个人说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当谈到这一种的时候呢，这个人他最终要得到这一篮枣子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圣人索拉拉哈尔面对一个干罪的人。圣人萨拉萨表现出了灿烂的笑容。那么这事实上呢，正是我们现在每一个宣教人员迫切需要学习的。我们对待这些人的态度往往是生硬粗暴，直接批判。而圣人萨拉拉哈尔萨拉们，那么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相信这个圣门弟子往后永远都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而且因为这个错误，他得到了一种正确的教导，还得到了来自于伟大安拉的这种给养。那么这种教育，这种方法可以这么说，是比任何一种生硬粗暴的批评式的、批判式的做法都更加行之有效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的这个宣教过程。那么当我们有时候为自己的一些宣教的这个成果不明显而感到苦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找一下，是不是我们的方法产生了错误？是不是我们的方法？对对，是这样。对，刚才我们的马伟杰老师所引用的这种哈迪斯，当从中的话，我们的圣训学家也在给我们剖析，也作为这样的一些受害者的话，他知道错误，他首先是承认错误，敢于面对错误，对，敢于面对错误这样的人，当然这个有些人的话，他不敢于面对错误，他也不承认错误，这样的人的话，我们要制止他。这些方面的话，比如说市场上出现的一种奸商，他明知道这个错误，但是他要昧着良心的去犯，挣了这些黑心钱。这样的你必须要制止。就像我们的先生的萨拉姆，有一天看到一个卖谷子的人，谷子特别新鲜，现在的萨拉很喜欢这些谷物，然后用手一摸的话，发现里面湿漉漉的，然后说：“哎，卖谷子的人怎么会是湿的下边？”然后那个人知道先生的萨拉姆，哎呀，安拉的师啊，这个被雨水淋了，安拉的师啊，你为什么把它放到上面？所以就引用了：“谁欺骗我们，谁不是我们的教包。”这一些话题呢，就说明在市场上，比如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错误，它并非是像刚才我们引用的那个哈迪斯当中的话，那些安拉的使者能原谅他们，比如说他能够指导他们，对，那样的话，那是他们知错就改。像这样的知错不改的错误的话，我们不能听之任之。也作为宣教者，为什么安拉在古兰里面告诫我们：“乌德乌伊勒塞比勒让比卡比勒黑克曼，我勒马伊德提勒哈桑呢？”就你应该以一种智慧和一种善劝招人去你的养主的道路上。说经注学家在解释比勒黑克曼，他主要的是要力求于古兰跟哈迪斯，不是凭着我们的阿格林，不是凭着我们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本身没有什么方法。对，方法只来自古兰和哈迪斯，来自古兰圣训。所以其次的话，一种善劝，善劝其实一种温和态度，你的方法就有了一种知识，再加上一种方法，阿拉哈姆杜林勒，像一个医生一样的，他有他的医术，再加上他的一种道德，阿拉哈姆杜林勒，你放心吧，这个医生的话，他一定是一个高明的医生。他有了知识，但是他没有道德，就是没有缺乏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庸医，这是一个见异忘利的这样的一个医生。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呢，安拉苏巴汗在提醒我们要凭着一种智慧，一种古兰经和哈迪斯的这样的一种知识的一种指导。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种温和的一种话语、一种方法，再去指导他。所以我们说一些罪恶，我们刻不容缓。一个是在市场上出现的缺斤短两，因为这样的罪恶你不制止他的话，他只会害了自己，害了他人。因为大斗进小斗出嘛。
要求割刃的时候的话，要求少割；通边方面拿进来的时候呢，要求这个要称量要足，称要称足，量要量足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刃的话，你要制止它。我们的先在呢，斯拉姆并没有容忍它，并没有说这样的话好叫包，你怎么样还这个很好的，不是原谅他的。那比如在大殿里边出现的一种最大的一种错误清真寺里，就是我们的阿訇宣讲假的外，特别引用假的圣训，或者以自己的一种思想一种主观臆断去曲解古兰话的哈迪斯。面对这样的阿訇的话，你必须要直言不讳的对他阐明，而且要给老百姓的话消毒。你不能说哎呀我说了后怕他说我啊这样的说法，因为他这个这样的话并非是他不懂，而是他为了一种自己的一种利益，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一种利益而这样的做。那我们要对他的话探讨在下边，但方法的话是不是当众协调他，而是在下边的话给他讲道理，错了，今天的这个哈迪斯有问题，你要赶快消毒，赶快怎么样，并非说哎呀你是很好啊，这个啊我们做的特别对特别棒。还有我们又在大街小巷上随便扔垃圾，这样的错误的话我们要制止，我们要厘清指人作恶，然后呢教导大家的话从垃圾桶里面放。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些环卫工人的一些劳动成果，要爱护环卫工人，因为他们不容易，所以不能说哎呀他是领工资的，那我们说的哈，我们大家也是领工资的，如果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别人对我们也不尊重，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想，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在命运形象乘坐方面的话，特别有一种最大的功效，就是铲除社会的不平，暴君。所以今天可以说我们的中央政府的话一致的话都从这个暴君方面铲除，这个是已经接近了我们的伊斯兰教的哈那个最大的一种功修，敢向暴君说不这样的人。说今天有几个敢向暴君说不啊，包括一个小队长恐怕都不敢跟他说话，都怕他在背后的话你骂，单独面的话你说好话，说这样的人的话不是一个好人。真正的穆斯林的话当面背后都一样，你要正确的指导他。对对对，因为你不指导他不帮助他的话，反而会坑害了他，会让他走向一种深渊。他走向深渊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他把老百姓辱没了，伤害了老百姓了，亏害了老百姓了。所以在命运形象指人作恶当中的话，我们还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些哈那个现象，就并非是一昧的做好人，老好人，哎，什么也不说，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命人行善，指人作恶，我们的态度可以和蔼，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则。原则，对啊，这个原则就是一旦涉及到了他人或者说公众的利益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要勇于仗义执言。嗯，好了，经过几位学者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了劝善戒恶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勇气。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期节目到此结束，希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